当你五十九级的队友非要过去主流，要我，我过去帮你呀、啊！我要疯了，真的不能再打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概在一个月前吧，我给九千老师发了关于蜘蛛六的挑战。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每天晚上我从公司下班都要被他抓去蜘蛛那里上班，甚至还给你做了 PPT， 而且每一局还要让你做技术复盘。终于在昨天。我过去帮你呀、啊！我要疯了，真的不能再打了，快点吧！这个打真的快吐了，真的生态已经崩了。今天晚上再打不过就明年吧，我明年也不想打了。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打不过朱超六有任何改变，但是因为我们打朱超六，我的人生有可能发生改变。这把猪槽可能会漏，可以了，可以放了。滴答慢点，滴答慢点。好了，快了，哈利快好了，一步到位，一步到位，能少走一步是一步。然后在 boss 刷出来之前，每个人先攒一个九转，尽量的。我攒了两个，那个是。OK， 因为我是专心捏着的，我都没有用。可以清了，可以清。我算了一下，就是主 C 那边第一个九转刚好就是 P 给 BOSS 的话，然后等到迷雾二的时候，你刚刚好能够再来一个，就那个时机是刚好的。好嘞，可以攒一波。我操！没事，没攒上就没攒上，问题不大，很快就能拉起来，大概是七八秒就能把这个叠起来。完了，我这局节奏不是很好。没有关系，心态保住。排序刚才没弄好。没事，我也是刚开始没有弄到九。没有主场，千万不要来主场。行。好了，大概这个位置 OK， 三二一，死。好了，死了。迷雾已经第一个迷雾死了。OK， 我盯着点主场。我这边的半场主要能看到右边和，就是家里。我就盯哈利门前和我门前两个，剩下你们。好的。我门前，别了。能听吗？能。好的。迷雾蜘蛛呢？还没到。没事，我把专心留着的，我给迷雾蜘蛛。好，来了，过去了。我看见了。OK， 劈死了。Nice， 这一波很稳。好，他没点到我名。好的，非常好。点到我。好了，躲过去了，点名，躲过去了。我也刚被点了，然后在我脚下。哎呀，再来一个。哎呦喂，死掉了。好了，没了。漂亮。没了，猪槽没了。我没了，你拉，我拉。等一下，没事，这两边没有主场，暂时没有主场。我躲一个，帮我拉一下我，谢谢。好。我这边凤凰，我又来了，我又被他点了。没事，躲过，你先躲过。啊，他开始喷我。你那个位置。你知道这个位置，我拉你会拉到那只凤凰，我好。门口，家门口。门口是我住的巢。哦，好的。我这有只迷雾。我倒。要开始扔那个迷雾了。丢药。拉一个，丢药拉一个。3666，刚谁丢的？我丢了。不要拉我。下个我来。不行。拉我。然后我来丢一下，我又被吐死了。三，丢一下。四，五，六，八。哎呀，我死了。九。没事。不行，不能这么打。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一波六万的？再跑一下。哎，这个还没死。可以打，直接可以打，直接钻进去。我去，我钻到那个啥了。七八
就没打上，好像一三万，三万应该能二丢个迷惑，然后拉我一下，好、一万了，一万了，我这还有批迷惑，马上没问题，这波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死了，我丢迷惑了，我丢迷惑了。我倒了，走吧，过了，我操，打过，我操，嗯，太强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哎，下班，漂亮，下班了，发红包。